像文珍这样的人，我们之所以会拍这个影片，是因为他们天生有缺憾，然后会有人想要排挤他们或欺负他们。所以我们更要透过这个影片来帮助他们，让更多人了解他们，陪伴他们从身边最小的周遭事物开始。我们会始终陪伴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能够真心的讲出他们内心的那些最真实的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卢伟成，现在要接受采访。你觉得生活中现在快乐吗？快乐。生活中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呢？没有。如果可以改变，你想改变什么事？功课。觉得班上同学对你怎么样？友善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当卡车司机。现在要接受采访。你觉得现在生活快乐吗？快乐。生活中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呢？我都是一直在家睡觉。如果可以改变，你想改变什么呢？改变他的生活习惯。那你觉得班上的同学对你怎么样？友善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梦想是你写科幻小说。谢谢。开心吗？很开心。为什么很开心？我也不知道。觉得对你最好的同学是谁？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对你最好？因为呢，他对我很好，他比较照顾我。那你觉得老师对你们怎么样？很好。那你觉得在学校最快乐的事情？我想写好。那写完你是跟同学打闹。那你觉得最不好的事情？为什么会很难融入，就是到大家的生活圈里面？可能会有一些自卑吧，而其实还他们也没有到，就是很怎么样，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只是可能害怕我们会嘲笑他，或者是排斥他。对他们的第一印象，就没有，然后被影响吧，就感觉他是需要别人的关照、帮助，然后大家也都很关心他们。会觉得他们在班上是一种负担吗？是还好啦，因为他有时候都会欢笑、玩乐。